近日，英国杂志 Anh Nubia Pages 公布了2021年全球最帅男人 TOP 10投票结果。据悉，这项全球民意调查历时长达五个月，收集了来自168个国家的超过100万张选票，囊括了全球多个国家的20位男明星。其中，我国山清水秀孕育出的天然端正帅哥肖战，以55.8万票获得亚军。可见，对于肖战的颜，大家是很赞赏的，极具东方美，冷酷温柔，两者都有又相互结合，成为肖战独特的气质。而且183身高是绝对优势，站在人群中格外瞩目。此次投票在国内许多小飞侠不知情的前提，还能有如此好的成绩，也再次证明了他在海外的影响力有多大。此外，国外知名投票网站 Teen Choice 公布了外国粉丝评选出来的2021亚洲最帅男艺人榜单，其中青年演员肖战冲进前10，排到了第7名。从颜值到身材，从身高到气质都无可挑剔，看来30岁的肖战要再次凭借他的魅力征服世界啊。